这个事情，武汉这个瘟疫，都是有计谋、有计划发出来这个瘟疫，牺牲的是我们平民老百姓，我的家人，我的父母在家等死，没有人关心我们平民老百姓的性命，有钱也买不到药，有钱也买不到病房。然后，香港同胞，你们独立，我支持；台湾独立，我也支持；西藏、香港独立都支持。摆脱共产党的邪恶手爪，腐败的政权，邪恶的社会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发声，没有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自由发声就去警察局喝茶、拘留、判刑。法律是他们判的，他们能说判几多年就能判几多年，律师都没有用的，有一个正义的律师都会关起来，他不会为正义而说话，因为他们有邪恶的政权压迫下不能正的说话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一个人牺牲，两个人牺牲，革命肯定是有血有肉来牺牲。我想站出来，我暴露出来，我就要站出来，我就要牺牲，为我的父母，为我的家人，为我以后的后代可以自由的生活。我发声，我也很危险，我也知道，但是我已经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没有病床，没有医药 ，CCTV 讲的那个新闻全部都是假的，全部。他们的吼声，他们的叫声，我看到了。我要发声，我要为我自己发声，我要为我武汉的人民发声，我要为中国同胞发声。就是有养老金，他们想把这个养老金废掉，搞这些事情。这种邪恶的政权，我真的不想再出，真的不想再沉默了。我要发声了，我要疯了。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，我现在站出来了，一定要反抗，一定要反抗啊！同胞们，不能再让他们宰割鸡呀，咱不能再可以这样了。为了下一代站起来，真的是站起来呀！